What?关门放猫，把猫放出去骚扰一下之后，生意等过来直接嘲讽，就闻 Demonte 身上一阵一阵的招呼。因为不管怎么样，他都是会被炮鸟推，他都会爆炸，对他都会被推。那此时这中路小小的一个血量，究竟能不能换回实质的一个价值？虎啸龙吟上路就爆炸了，很痛苦。闪现砍一刀一刀剁，要单稍微是击杀了，盖伦又被杀人了。兵线毕竟往前走，巴特走出来，李信就在面前，直接走出来一脚踢上。虎啸龙吟跟着走 ，Voker 前面有个普包，吃了一个神龛，回了三分之一的血量，成功拉下。不过寇金胜也是接连被连带换了一点血量，回到上半波，没有人 cover 的 Bripple 被踩在脸上，准备搭着 TP 回身反打，但下一个 TP 也要来，中路双双交 TP， 而胜已经倒下的情况下，这个 TP 怎么跟昨天画面有点像啊？好像又有个人这样 TP 上来，但能不能换这个头？虎你交出了闪现离开。那很危险的 Nemesis 是幸好拉到了自己上路的外塔，成功撤退，有点犹豫，集结速度不够快，剩的大绝毕竟正在准备要砍刀，后面当了阿卡丽的一个镜头，巴德已经融化，后面继续的位置球果一弹，球女是来到了很好位置， Demonte 拉走。巴德来了，这个刺龙速度是真的不够快，下一波来前方位置被留住， Bripple 有点危险，在前方被打残者赶紧走，小龙最后一个血量李信拿到，不过后续的库里直接跳进去里面，想一炮轰死 Bronza， 不过打进撤退，不过右方的位置 Bripple 被划在最前面，跑不掉的圣已经倒下，而 Reckless 跟着 Nemesis 两个人想跑，又迷上了 Nemesis 的车，而没有闪现的 Reckless 只能在小龙区倒下，跟小炮好像一样时间到场一样，没有他快了一点点，但主要是他们那个龙圣闪朝到李信点方，虎啸龙吟踢上，不过小炮跳了走，毕竟有巴德的一个保护，你拿我的塔，我当然还是要把你的塔给拿掉。我这里还不想让你走啊 ，Bripple， 这场选胜啊，啊被推往前要嘲讽，直接被火一个炮爆炸射击给推走。狐狸牵回去啊，狐狸那个判断也非常好，他已经看准胜感觉会依他们，就是嘲讽他们，直接来一个你要扑向我的时候，就先把你推到更远的墙壁上。但这个丛林王子盖伦来了，狐狸在草丛里面 ，Rickers 的目标其实是上方的空地上，这图入一把洗脸，但洗的都在猫，帮猫洗澡。是圣也赶到，一堆包夹啊，是帮圣洗澡，洗澡下后 ，Bronza 在下方被逼出了一个惊人，应该是凝滞命运的一个效果。巴德定到了个李信 ，Bronza 也倒地。哇，这波洗澡最后看起来也顶不住啊，是个一换一嘛。寇金上用这个他自己的命把李信给换掉，还行。不过在另外一边，哎呀 ，Bripple 这个画面走进去一四一，这个圣半步，圣还可以稍微推一下，也是开心的了。而在另外，哦呦，这个隔墙咬。现在小炮甚至可以再往下，你这边中了，还有谁没留住？幽冥有人可以救他？哇，这空中被拦下来了！哇呀，空中猫咪倒下，后续继续追击，没有猫的 Rex， 这个猫奴没猫直接死了，但庆祝的 Lira 交出惊人，他可能等下回去可以直接买个惊人，对，直接先庆祝一下。哎，没有，应该不是，应该不是，他是不小心按到，他看起来想庆祝了。想庆祝了，冠军奖杯通常都是金色的嘛，金牌啊之类的。这次是银色的，这次是银色的，没事。想庆祝一下，上半波单挑，胜来，并肩作战，下来就是一个嘲讽狐狸上。哎呀，可惜了。二代尝试吗？狐狸其实在钓鱼，跳进了六鸟区，而粉身体的人在这样的一个劣势情况下，想要推塔，有点危险。前面 Rex 再度被限制住，盲视野区的一个 check， 这是被打了一个闪，回去又是一个凝滞命运，再次的一个巴德限制。Bripple 的进场，但没有队友要跟呐、啊，兄弟，我的兄弟呢？我的交闪，但只能进场的一个李信。Bronza 终于提到人在摸眼离开。比赛之后，我相信粉天体格在这 BD 的一个造诣上应该是更加好。又是一个，哇，又中了 ！Q 闪现 Q 直接命中，摸眼逃跑 ，Bronza 那边打残血，不过有个幽冥的附身，搭配的最终篇章，将小炮给直接留在最前面。狐狸倒下之后，右边的 Nismis 直接冲了进来。这里的一个限制进入烟雾弹，继续的一个骚扰，利瓦上吊，但是没有东西可以让他往下被李信就收掉。加上这波好像觉得他能够弯下掉李信，结果又被秀掉。而在我是又是在蹲点做骚扰，本体哥竟然这个正面不行，我就抓人，又是一个那个又中了，后面有传送，
而且幽冥在前面用追踪偏差限制住了人员，波萨一波的进场，一脚直接踢死了 Vulcan 没了，而狐狸则往右边逃窜，只是再一个进场 ，Weibo 是真的很惨。上半部的一个分推又来了，哇，三个人一个夹击，准备要进攻，准备强抓，打 Monte 的一个球转。限制了对面后，直接往对方的位置逃命后进草丛里面，被阿卡伊的枪刀给贴上。虎啸龙云再度命中了 Demonte， 在自己的草丛里面被踢死。而在右方的位置，想支援过来的 CG 人员只能赶紧撤退。Fnatic 开始运用拉扯，让 CG 人员有点难集结了。而此时 Huni 采取的是上一场 Faker 的做法，你们都别杀，我来分推。推的有点快，对。Fnatic 人员还是只能看着又一个又中。这巴德怎么有点100%命中率，但在中路的位置没有办法去贴墙晕眩。Rekker 在醒来之后还是正面直接开转，没问题了。CG人员其实这一场的追击能力也不是说很够，但只是理性过来，后方还有 Nemesis 的一个包围网，这边扎了一个圣，准备进场进入英雄弹里面。哇，这一个一残圣两个忍者的一个配合，直接先杀掉了一个小炮，再杀一个巴德，而 Rekker 电扣直接撑住了所有的伤害。三人就全都出队，寇利上只是过来，终于是一炮把 Rekker 给击杀后继续的追击。寇利上的一个荣耀往前，有点怕，还是选择往后滑，但只是就是 Fnatic 追击秀的最终篇章再次定到两个人进场的一个 Breaker 搭配远方的 Broker 再度的进场，一个排地 Double Kill。最后这一个人头掉下，还好啊 ，Fnatic 的问题依旧健在，我没办法对打。林志斌这次又命中，哇，这个 Vulcan 八点已经做到最好了，不过依旧无法预见左边位置直接被抓到。Lira 交出惊人拖的时间，而右方位置是巴德直接被一个大剑直接蒂玛西亚给制裁掉。哎，这个里阿卡利还在继续杀，我一个烟雾弹，利用烟雾弹的一个一技能，一群手语剑再回到了队友的位置，这里把对手 CG 人员给逼退，可以推中路的外塔，也终于把中路的外塔给推掉了，后续就秒不掉，重点是伤害不够，盖伦撑住了太多次的进攻了。哇哇哇哇，三分之一血量近乎一半，辅助打打野，三分之一血量掉。现在先给你看一下那个主板爆炸那个结算图，大家比较不会那么惊讶。这个奇幻图腾开始炸。狐狸，狐狸，你走在这边，陈老贴上。狐狸想要反打，后面 TP 要来救狐狸。狐狸在前方位置推走了一个阿卡丽，不过身上有一个离群手里剑，二段的无暇追击。狐狸倒下右方位置是打野的对拼 ，Broker 血量有半血，打赢了 Lira 上吊，靠着一个补血的球果往右边走。魔眼的 Brosa 并没有虎啸龙吟提到要逃跑的 CG 人员，但这一波也想要继续追击的 Rekkers 搭上幽冥，有个攀山蛛丝 ，Lira 限制住了 Rekkers， 但 Rekkers 锲而不舍，他还在追，他发疯，他还想追，别再二打，他还想追，他发飙了。我队友在吃龙，我猜 CG 还是得派人去守的。现在其实主导权是在 Fnatic 上，因为他又要来了，又是一个炮命中，还好这次 Vulcan。在被沉默之前早已经过墙逃逸，我在右方的位置，寇吉森要被留住了吗？林志斌进来没有留住 Rekkers， 下一个 Q 点燃下去，寇吉森直接交闪，所以躲这个技能的这个准度。他跳进去想杀盖伦，好像不扣血，盖伦要杀人了，狐狸幸好推走跑了， Rekkers 扛住有手套撑起来要往右边走，左方位置是 Lira 交出了惊人起来，瞬间再交闪，右方位置还在撑， Rekkers 还是没死，后面阿卡伊到了，是胜到了，阿卡丽选择在后面看，不过前方拉扯的结果 ，CG 用双射手阵型，终于是把 Bravo 给击杀，给杀当掉。这再不吃要被玩死了。不过这有点偏向是五五开的重击，因为他们不能组织理性来抢龙。完了，犹豫了，而且胜在后面 ，Bravo 偷偷摸摸的一个绕背，已经赶到了后排 ，CG 人已经看到前方又是一个 Q 奇幻图腾的 Vogue 被打到半血，前方胜跟着李欣。这进场一波跟阿卡丽啊，我是李信在后面吃龙，前方是阿卡丽，又是两个忍者在杀人 ，Nemesis 直接打残了 Vulcan 没了，留在前方是 Huni 跟 Lira， 这上野两个人想尝试配合，上方 Huni 居秀尝试，幽冥此时一个附身保护 Grippo， 但撑不了多久，赶紧附身下一个 Brosa 踢了进去想追击，但 Kuni 在拉扯，哇被猫咪给收下，前方盖伦好像称大王了，没有人可以收住盖伦吗？盖伦无敌啦！右边位置 Lira 怎么办？交了技能，往上去走，但还是被两个人给包起来。Lira， 哇呀没了，被阿卡丽那波子给 Ace， 开始吃巴龙了啊，没错，还是吃得很慢。但 Nemesis 已经绕到了后排，是阿萨醒，阿萨醒来了。哎，在后面凌志命运没有留住阿卡丽的一个进场，利用烟雾弹稍微拉扯搭了一个身，又是忍者的配合 Double Kill， 落在 Bravo 身上。CG 另外三名的成员。中野辅只能赶紧离开，不过 Fnatic 看起来想要拿中路的高地， Rekkers 被打掉了，又是一个手套的一个配合，但只是 Bravo 发疯冲进去草缝，队友不知道跟不跟得上，
可以吗？竟然是跟得上的蜘蛛上吊下来，吊到的是对手脸上，反身的回打伤害并不足够 ，Rex 扛塔机器如温泉一般，他好像不会死，又扛着塔继续跟队友配合。原来是一个 Juke 啊，以为你是一个单刀直入，没想到猫咪直接套上来，大家都飞上来。这个阵型直接被打傻了，盖伦要冲进去了，升进去就没草木没关系。 跟着Brosa再一个配合，又把巴德给弄死。Demonte 一个球女玩得很郁闷啊，怎么我一颗球塞进去，别人都不会死。Brosa 将 Demonte 给踢走，Fnatic 顺利的拿下了这一场比赛。 阿卡丽达胜那个进场真的太可怕了，我刚看那个Cody上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办 ，AD 的噩梦，他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办，走哪里都不是，哎队友应该在我旁边吧，怎么突然一个阿卡丽过来，烟雾弹丢了，就套一个身一起把我秒了，然后此时你要开始选择了，就是后排人员被切了，然后你跟后排的距离有点远 ，DG 此时选择就是那只能打前排了嘛，那要打谁呢？盖伦，嗯，盖伦，李欣，有 GA 好像也不太好。 就是对面在料理你后排的时候，你在料理的其实是对面的前排。至少我们一般熟悉的英雄联盟里其实是不对等的，一般都要先处理后排。但其实这一场的粉叶体格是没有后排的，所以你会发现 CG 在这一场打的是很凌乱，而且他们不太知道目标要针对谁。他们其实在中期的时候有尝试针对了这个盖伦去打，但都没有打死。我觉得这时已经让选手开始产生疑问了，就是我作为进攻方优势方，我去做一个开战，抓这个盖伦到底有没有用？ 结果看起来结果是这个悲剧啊！但呼你，欢迎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我们邀请到的是 Bipo 来接受我们的采访。那因为 Bipo 呢，他好像有一点点生病，所以他可能这一段采访会稍微的短一些，同时他的回答也会非常的精短。First,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first win here. So, I was wondering why did you guys pull out Garen Yuumi twice in a row? We still think it's one of our best bot lanes. Our bot lane has a lot of faith in playing Garen Yuumi and taking over the game. I think we haven't supported it very well as a team recently, and both games we played on stage, we faltered in playing around them. 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到就是他们今天也是拿下了首胜，那他两局都是连续拿到了盖伦、优米这样的下路组合，是为什么有出于这样的原因选出这样的下路呢？他觉得他们的这一个组合是非常强的，同时下路组合对于这样的一个组合的掌握度和自信度是非常高的，同时呢，作为一个团队，他们对于这样的下路组合的帮助以及他们的协作能力也是很好的，所以他们拿出这样的一个组合打了两天。那接下来下一个问题，因为可以看到他们其实前期呢还是有一些非常的，比如说侦查或者是打得不太好的情况，他觉得这是盖伦。 So second question, it seems like Fnatic struggle a lot in early game. So do you think it's the problem of the Garen Yuumi in early game, or just you guys didn't perform that well? I think when Garen Yuumi is drafted, it is the solo laner's responsibility to find openings in the early game and get advantages. And I think that given our draft, it was very difficult in both games to push for openings. So in general, this is why our early game looked weak. Garen Yuumi doesn't make it easier, but it's one less lane to play for early. That said, I think my bot lane 2v2 killed this game, so in general, I think it's mostly just bad communication, and we need to work on being more efficient on our plays. 其实，在拿到盖伦优米这样的组合的时候呢，可能更重要的任务是他们的单人线路需要找到地图上其他的地方或者是机会能够打开局面。但是他觉得他们的一些沟通并不是做得非常的好，而且可能在这一些方面上面，或者是在今天表现当中也没有体现出来他们的这个强势点在哪里。那下一个问题要问的他就是，因为他确实也生病了嘛，这会不会影响到他的一个发挥呢？So I heard you're like getting sick a lot, so would that like affect your performance on the stage? I think. Because we play Garen Yuumi twice now, me being sick is bad for the early game because it's harder for me to communicate my plays to the jungle. So it was difficult for me to get the message across, and in general, it's been hard in practice to get the right message across all the times because it's more difficult for me to speak. 确实会有一些影响，因为我生病了之后呢，可能我跟打野的沟通会更加的难，尤其是在前期，可能我的沟通或者不太及时，信息获取也不太的完整，所以会导致我们在前期导致一些非常的劣势。那下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问到他，就是马上要跟 RNG 交手，是在后天了，他怎么样看待他们这场比赛呢？ So you're going to play against RNG today after tomorrow. So what's your general thought on that?
I think RNG's bot lane is their strength, of course. So I think it is the top laner's responsibility to be confident and reassure his team that he will carry. So I'm trying to reassure my team that even if the bottom side will be difficult, I will try my best to carry. 他觉得 RNG 的下路呢是 RNG 整个队伍的强势点，那他作为一个上单选手呢要非常自信的去找到这样的一些突破，而且他也觉得也是可能对于他们的下路组合来说会比较难一些。 OK,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我们赛后采访到此先告一段落。